所以今晚呢会跟我的好朋友们去 Four Seasons Dubai 去体验一下 Salt Bae Experience， 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Let's see what Salt Bae Experience is all about， 走吧。他讲好5:15集合，又在迟到。在跟机器讲话，精神状态有问题，所以就我们这几个人去吃。没有，说起第一，而我是没车。没车。不对啊。哎，又好又好。一，正月车。三。完了。先等们先放我们上车。不错不错。到那个塔，超好！终于，好像去了停泊，这样又要偶尔，又要偶尔。到了，到了，这边好几个餐厅了，我们要休息一下。讲广东啥 ？North。他门口还有一个小贝的照片。高贝。啊，高贝。高贝的。Yes。啊 ，OK。高贝 Brian。Yes。Perfect。这里的车。哎。这个太阳啊。Hi。Can I get a flower? Yes. For myself? Thank you. My job. Bye. Bye. Oh my god. 可以遇到真人哦。好幸运啊，还在这里。有点闪到我。差不多1000块的 dex， 所以我们吃完出来啦，所以最后的 bill 是差不多10000，这里的 currency， 可是那个体验感是零
满分。你看我们 order 的东西呢都是最好的 steak， 其实我们只想 order 普通的，然后那个这里的 staff 呢他一直推荐我们就是一定要点这个 gold flake 的，有那个金箔在上面的，所以那个 Salt Bae 会表演这样的东西啦，所以我们就压上够了。好了，主要是跟对的人一起吃饭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OK， 不要废话，拜拜。